好，没。车没有放下，没有放完全的话，它就会停。哦，对。让您体验一下我们前调系统的稳定性。完全不会，跟一般房车比起来，我们的稳定性非常高。一般车如果要开上那个斜坡，坐同样的车子开上那个斜坡，绝对会有危险性。没办法爬上去，那我们这个悬吊系统才就非常稳定。那现在这边是要让您尝试一下我们这零到100加速瞬间的爆发。